反正不让磨了。他俩为什么太喜欢说英语了？又舍不得饭，又想咬我。那天不听着可干净了。生气，这么小一点，脾气那么大。小七，给小七给这儿喝。一气之下气了一下。小七过来。来过来小七。怄气了，怄气了，不吃了，摆鞋了，离家出走了，怄气呢，对，怄气呢。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，点亮一下粉丝灯牌，加入一下粉丝群啊！每天上午是9点半，每天上午是9点半开播，下午是4点。他刚才瞪我了两眼，看到没？你看，边吃边瞪我，防着我呢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是玉米糊糊，然后加奶粉什么的，加了各种营养品啊。他白眼你啊，他瞪着我，他防着我呢。你看，还防着我呢，防着我。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，点亮一下粉丝灯牌。